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印度新冠疫情恶化，白宫和疾控中心23号表示，正在尽一切努力给予援助，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并且致力于共享疫苗。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欢迎回来。美国举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23号进入第二日及最后一日，峰会的主题转向科技。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发言时表示，许多国家昨天都参与了讨论，并表达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他强调，现在就需要行动，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碳排放国的行动。克里也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也会带来很多机遇。联合国气候问题特使、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则表示，目前公司营机构的努力仍不足够，要采取更多的减排行动。知名企业家比尔·盖茨则指出，需要新的零碳产品，建议政府和企业采取政策，鼓励开发和创新，并且由电力市场资助新技术的开发，寻求新的能源技术。总统拜登日前提出美国就业计划，包括大力推动电动汽车业的发展。交通部长布迪吉格表示，交通运输领域可以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供方案，其中就包括大力发展电动车，加快部署电动车充电站。白宫国家气候顾问麦卡锡表示，电动汽车是未来的大势所趋。联邦政府计划投资150亿美元，在全美高速公路、道路以及像联合车站这样的中转枢纽，建设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形成覆盖全国的电动汽车网络。充电站的安装和维护将为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美国国务院在本周更新了对全球各国的旅行警告，新增116个国家到最高级别第四级旅行警告名单，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目前全球有大约80%的国家都在第四级旅行警告名单之上，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德国、英国，而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为第三级别，慎重考虑前往。16个国家和地区被归类为第二级别，旅行者应提高警惕，其中包括新加坡、泰国、越南、韩国等国。国务院表示，除了新冠病毒的水平外，在发布四级警告的决定中，还考虑了其他因素，包括病毒检测能力，以及这些国家针对美国公民的旅行限制。前美国十项全能奥运冠军、变性人士、电视真人秀明星凯特琳·珍娜周五正式提交了她竞选加州州长的申请文件。目前现任加州州长纽森深陷罢免风波，因此珍娜的参选被视为对纽森的挑战。71岁的共和党人珍娜的竞选团队中包括多位特朗普的前团队成员，但其竞选顾问指出，珍娜在很多事情上和特朗普立场不一。珍娜在文体界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在2015年完成变性前，她曾名为布鲁斯·珍娜，并在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上代表美国夺得男子十项全能金牌，并创下世界纪录。她也是好莱坞名流金·卡戴珊的继父、超模肯德尔·珍娜的生父，同时也是跨性别者群体利益的倡导者。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疾控中心周五开会讨论是否恢复强生新冠疫苗的使用，以及是否更改接种指南。会议上有疫苗专家报告称，全美已经有15人在接种强生新冠疫苗后出现严重血栓问题，包括3例死亡、7例住院治疗、5例已经出院。报告称，这15例出现血栓的患者均为女性，其中13人的年龄是在50岁以下。此外，有12例涉及罕见的脑血栓病例。截至21号，美国约有400万女性接种了强生疫苗。上周在出现6例血栓报告之后，疾控中心和食药局建议暂停接种强生疫苗。CNN 报道指出，如果联邦卫生部门取消强生疫苗的暂停接种建议，美国将有超过900万剂的强生疫苗可以立即投入使用。
近期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初步数据显示，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对孕妇安全有效。疾控中心周五首次建议孕妇接种新冠疫苗。研究人员此前对超过35000名在怀孕期间或怀孕前接种了新冠疫苗的女性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共有86%的孕妇安全地生下婴儿，而流产和早产的比率与未接种疫苗的孕妇一致。与出现新冠症状的未怀孕人群相比，孕妇因新冠患重病或死亡的风险更高。研究还发现，孕妇与其他群体出现的副作用相同，且新冠疫苗并没有造成任何怀孕晚期的妇女和婴儿造成任何的安全隐患。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3号凌晨5:50左右，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利用猎鹰九号火箭，将搭载4名宇航员的奋进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这也是 SpaceX 首次重复使用火箭助推器和载人飞船将宇航员送入太空。这也是 SpaceX 在一年之内第三次进行载人航天发射任务。4名宇航员预计在24号清晨抵达国际空间站，并在国际空间站上生活大约6个月，进行科学实验和维护，然后在秋季返回地球。这次任务标志着自去年美国恢复从本土向太空运送宇航员以来，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搭乘 SpaceX 龙飞船发射的第二个运行空间站团队。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2021年3月份新屋销售环比增幅20.7%，而同比增幅则超过1倍，显示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强势反弹状态。数据还显示，销售增加虽然在美国全国形成整体趋势，但是西岸则呈现弱势，环比下降30%，而南部地区呈现上升趋势，增幅达到40%。新屋库存也在3月份明显减少，从440万套下降到360万套。目前房地产整体市场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房地美数据显示，全国平均供应短缺为400万套。业界认为，疫情居家隔离导致民众开始关注居住条件，所以目前市场需求属于正常的消费上升，而并非风险房贷导致的投机行为。虚拟货币比特币持续走弱，并跌穿50000美元整数关口。比特币价格在上周升至64000美元上方的历史新高后，便震荡走软，并且连续第二天急跌。周五日内跌幅已经超过8%，跌穿49000美元水平，为3月8号以来最弱。总统拜登计划对富有人群实施最高43.4%的资本利得税，当中包括持有超过1年比特币的民众，消息使得虚拟货币重创。另外，近日被投资银行看淡的比特币在虚拟货币市场中的占有率，2年来首次跌破5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更多的每周资讯，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每周进行订阅。我是小诗，感谢收看，祝您周末愉快。